朋友们，这节课呢，我在写这个编。变的写法，主要结构。这个呢，这个断横啊，一般情况不写这个点。再一个，我们看的时候呢，主要是，这个竖划在点，在这个点的这个位置写这个竖划，不要太靠下，靠下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宽了，有点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这个边呢就写到这里啊。我们写勾的时候呢，尽量是一笔出勾啊，不要描啊，不要画，不要失去了书写的流畅性整个九成宫的这个专栏呢，在视频下边有一个视频推荐在视频推荐里面呢，就能够看到这个整个这个。专栏的一些预告，一些目录。